你们这个产品我不要赠品，直接给我算便宜点。不好意思，赠品本来就是送的，是不能折现的。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，这个赠品是因为现在搞活动，您购买产品后额外送给您的，它不会影响产品本来的价格。您不想要赠品没关系，但产品本身的价格已经很优惠了，白送这个礼品不要白不要啊。我不管，你再给我便宜些。这样，您选购产品的价格已经够我们 VIP 标准，我现在以五折的价格给您办一张会员卡，卡内赠送您双倍的现金券，您下次来可以直接抵扣现金，没有门槛。也倒合适。是呀，给您这个优惠我们都不赚钱。切，不赚钱谁信啊。赚肯定是要赚的，只是我们少赚些，拉您一个回头客。下次您带朋友来，我不光给您朋友打折，还给您双倍的积分，都可以兑现的。